据我所知，这是程佩玉女士的先生陆任陆教授24年前设计的作品。当时他人还在意大利，没有回国，所以关于这件礼服的资料是少之又少。这是不是能证明陆先生是抄袭呢？陆教授曾经透露过，这件礼服的独特设计意念是来自他儿子之手。当时孩子特别喜欢错觉图形大师埃舍尔的作品，所以运用了咒语夜中的飞鸟图形与其转换，变化成了现在这种独特的凹凸感。而你未经授权擅自使用，大家评评理，这是不是我们圈内的一大丑闻呢？我就说陆先生怎么可能会设计，原来是抄陆延之的。陆教授你怎么看？陆教授说一下吧。陆教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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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陆教你们女士，你跟我们说两句吧。陆教授，你跟我们说两句吧。陆教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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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陆星辰的作品确实与陆然儿子少年时期的作品一样，那是因为陆星辰就是陆然的儿子。陆延之先生，您知道陆先生是您的亲哥哥吗？请问您知道吗？是陆先生，陆然是你爸爸，解释一下。你说话，陆先生。放开我！谁让你多管闲事啊？姓程，在记者走之前，你就在这儿待着，啊？陆任真的是你爸爸吗？我怎么从来没有听你讲过？星辰，走开！陆星辰，你是不是从来没有把我当过朋友？啊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从来没把我当过朋友？我再问你啊！你就是从来没有把我当过朋友。别吵了！你活该一辈子这样。你疯了吧你！你活该一辈子一个人。星辰，你知道他说话不是故意的。陆星辰，你给我回来！喂，陆星辰，干什么？你干嘛你？你到底在气他什么？他以前不是这样的。你现在是在气他这个德行，还是在气他最大的秘密你并不知道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就是因为陆星辰知道你太在意他了，所以他才不想让你看到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